如果 technical 嚟講，冇啊張敬軒，我覺得男歌手張敬軒啦，女歌手陳雷啦，我覺得係技巧所有嘢，佢表演係好令到一個人望住佢去聽佢唱歌，即係同埋即係我哋做唱歌老師好職業病噶嘛，啊到底佢而家做緊啲乜嘢啊？哇，張敬軒係可以 keep 住做轉變，而你又好 buy in 嗰件事係好難。一般嘅歌手佢哋都會有某一個 style 唱某一啲嘅歌，你會觀眾俾人 buy， 但係張敬軒係。佢唱乜都得，都得。佢唱 soul， 佢唱 pop， 佢唱 rock， 佢唱 band 歌，佢唱翻啲舊歌。佢而家唱呢啲假聲，有啲 auto tune 嘅嘢，哇，全部都掂。嗰個係一個技巧嘅 all round。而做到好啱，我都覺得陳雷是一個很好的歌手，大家都可以去聽多啲嘅歌，因為對音樂的睇法，同埋佢可以帶到新的元素落去。所以我覺得陳雷嘅好犀利的地方就是佢好多歌，佢首首歌都俾到好多不同的面向你。有啲咧好 standard 就係當我迷失時聽嗰只好 standard， 佢 positive 嗰啲就係不想回家，即係哇，完全係唔同百變。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非常之好啦。香港嘅歌手，你哋覺得普遍嘅問題係乜嘢呢？我覺得係廣東話好難唱。Gareth T 的方靈山，他唱英文超級無敵爆好聽，但係 tune 翻落嚟廣東歌，始終佢有一啲嘢就係會咬歪咗隻字啊，會編我哋 high lyrics， 即係我哋會個通高啲啊，變相佢能夠做到嘅嗰個喺廣東話歌裏邊能夠做到嘅嘢好少。與其話歌手嘅問題係廣東話歌已經局限咗香港人唱歌嘅時候嘅 presentation， 所以。點解我頭先話好欣賞軒公係佢真係可以做得到？有一啲嘅歌手其實出道可能佢本身唔係話真係唱開歌，咁但係唔係唱開歌咁出咗道，咁大家即係在座都係教唱歌都會知道，學唱歌係需要浸一段時間。有一啲位置我就要推你出嚟唱 live 啦。但係又未佢未 ready， 去 yes， 咁就會有呢個情況。咁所以好多時候，譬如我哋自己都有教藝人啊，教一啲星，咁佢哋都會嚟急救嘅。可能我 on show 或者我過下個禮拜要錄音啦，我可唔可以一二三四五都嚟揾你啊？咁樣即係會有咁嘅情況咯。頭先你哋講到廣東話咧，唔知呢樣大家有冇共鳴？我聽歌咧，我就好怕好多歌手嗰啲廣東字嘅咬音咧。就係變成黐音啦，仲唯有一隻我就叫做 SH 後現在懶音啦，即係嗰啲樹，佢咩都用咗 SH 音法啦，同埋黐嗱呢個 T 音咧，其實張學有好大責任，係佢係張學友，你叉叉叉叉，點解要咁樣？點解咁多監製都唔知啊？有冇搞錯啊？我 feel 到你個火啊！我完全 feel 到，哇！直情佢唱得咁鬼死好，但係呢啲咬字你聽落去五鬼整。即刻用 View TV App 同上 View.TV 免费重温更多精彩节目，任你选择。